兄弟们，方便你们不戴耳机啊，我把音量调大一点，你们仔细听一下。是这一瞬间有听到非常明显的打药声，如果你戴耳机啊，就能听到在头上。所以我上去找了下人，果然他真的在上面。这不说实话啊，我觉得我听力很灵敏嘛，反应很快嘛，像个神人。但是咱们再看一个场景，我顿时就觉得自己像个神经人。这里我淘汰一个敌人，正在搜刮物资的时候。听到没？这一瞬间有个啪起声啊，加游泳的声音，我第一时间都还没反应过来这游泳声，但至少听到了啪起声，就觉得顶上还是有人的。于是我就对着房顶疯狂轰炸，在一番激烈的纠缠搏斗之后，我发现顶上并没有人，而且又听到一声游泳声。那个游泳声就好像在嘲笑我，嘻嘻，找不到我吧。 OK， 不错，感情我刚才和空气斗智斗勇了半天是吧。我后面才反应过来，哎，不是，我在厕怎么还能听到人在游泳啊？这难道就是和平幻听吗？还没完，兄弟们，游泳声虽然离谱，但至少我们还能很好的反应过来，这里不可能出现正常的游泳声，所以还有更crazy的镜头。这里我将脸上的敌人绝对是清理完了的，于是乎啊，我就风暴体验嘛，接下来我几乎不用放大声音你们都能听到。听出来了吧，太明显了，有人就在我脸上换子弹。我一时间就慌了，怎么脸上打了半天还有人在，我都不知道啊。于是乎我就进去找，这也没人啊。但接下来你们又听，听到了吗？很清楚吧，喝饮料的声音。我非常自信的判断啊，敌人既然没在房里，那我猜肯定就在房顶上嘛。虽然我知道近点已经打完了，不可能还有敌人，但我只能这么猜了，不然这么近的换弹打药声怎么回事啊？果然还是没人，我又懵逼了。真的兄弟们，这不是我拼接的声音，我都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了，每一次都会和空气斗智斗勇半天。毕竟你们想，如果老是当这种声音不存在，那开头那个画面我就抓不住楼顶的老六了。所以你遇到过吗？有没有兄弟知道啥情况啊？